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要报告什么呢？我们大专社青组现在请到我们的报道处这边，我们要进行什么呢？抽签啦，要进行抽签啦。我们的大专社青组现在请到我们的报道处这边呢，来进行抽签。因为呢，关系到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大专社青组呢的所有的竞赛的一个程序、一个顺序了，所以呢，请我们大专社青组现在呢，请到呢我们的这个报道服务区这边呢来做报道啦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演出，所有的乐团的演出精不精彩？非常精彩，精彩的还在后面哈。因为呢，我们呢接下来是来自我们的190乐团，我准备要想准备，本来要抬头看你们的哈，没想到这个视觉上面是不是我站得太远了？好，那我们190乐团呢，其实呢是有故事的啦，有这个故事，因为呢，他们说他们呢全部团员的身高加起来就是190公分，啊不是平均呐、啊，平均。他们自己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好，那190乐团呢？他们的组成呢，是因为他们在一间乐器行这边一起来学音乐、学乐器，然后从此呢就彼此认识。那彼此认识之后呢，就问他：哎，你会不会弹吉他啊？啊，你打鼓哦，啊，你打鼓啊，我弹贝斯哎，这样你会唱歌哎，好啊，那你要不要跟我组乐团？好啊，我们组乐团啊。啊，你觉得你们这样怎么唱什么好吧？啊，你不会写歌，不然我们这样。然后呢，好，他们就来参加比赛了。谢谢。啊，好了吗？哦，来，我们先，不然一直演下去会演很久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彩排时间。已经都准备完成了，尤其我们的鼓手是我们国一啊，国一的鼓手非常厉害。好，现在呢就给我们的190乐团一个热烈的掌声加尖叫，欢迎他们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190乐团。好，不啰嗦，我们先带来第一首歌，我们的Mr. Love。
knows I stop for a while as I'm looking into his eye. No word is strong enough to say. I won't hear but eternity. It brings out the best in me. I pray, my Lord, I will stay forever. Mr. Love, just shut me down. He shut me once, and this good night is over. Mr. Love, just come my birthday. I close my eyes, reckon he will stay forever. Mr. Love, just shut me down. He shut me once, and this good night is over. Mr. Love, just come my birthday. I close my eyes, reckon he will stay forever. 好，谢谢。